啦，跟住同德斌又第一次合作啦。咁我諗係雖然係恩愛嘅夫妻，咁但係背負住好多嘅問題啦。即係真係 feel 到嗰種嗰種兄弟嗰種感覺喺度，呢啲都好難。馬上要高潮，離婚都撚啫，得個仔兩歲。好，導演扎科啊，有冇咩感想啊？感想我都好榮幸啦，有一班好耐嘅同事。咁最難忘的地方係尖沙咀啦。咁我哋拍攝中心。開佢，開仔，跟住而家玩。我又加個朋友。係啊，我再加個，一係就。